圣彼得堡是一座耶稣基督弟子圣徒彼得的城市，莫伊克河几十段源头位于第一工程师桥，即原始是芬坦卡河堤岸的技术边。莫伊克河就是发源于芬坦卡河，在桥下的某个地方隐藏着其实不是小鸟雕像。直到现在，这个名字的由来以及它取自的俄罗斯流行戏剧歌曲是不明的。我们在途中遇到的第一个项目是米海洛夫斯基城堡。根据皇帝保罗一世的命令，城堡在18世纪的最后几年已经肯定短的时间内建成。但是为了修建它，圣彼得堡的许多建筑项目停工了，而且建筑材料和工人都重新被分配了。除了更古老的维堡城堡，这是俄罗斯唯一的一座所谓的水上城堡，以其实欧洲的浪漫古典主义风格建造。但在城市历史中心的其他建筑中脱颖而出，城堡的颜色不确定的粉红橙黄桃青色，和它的名字也很独特，以大天使迈克尔的名字命名。这是俄罗斯建筑学中唯一的例子，一座世俗建筑以宗教特征命名。1801年，就在这座城堡的卧室里，搬迁后不久，保罗一世被击杀，这样不光彩的结束了他对俄罗斯奇怪不一贯的治理。而且国家用难以言辞的热情收到了皇帝去世的消息。在1917年革命前后将近150年，这座前皇家住所一直是工程学院的所在地，在不同的年份被称为格拉夫内、尼古拉耶夫斯基、列宁格勒茨基，因此宫殿有第二个正式名称工程师宫。后来直到近代，各种研究所和中心也是在这里。目前这座宫殿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分馆之一，各种机构和部门200年的停留在城堡里，极大地影响了其内部环境。不过内部的主要变化发生在西晋之后，以及罗曼诺夫王朝的代表从公馆调走，因此我们远远见不到寻南着皇帝构想和寻找形式的宫殿。莫伊克河几十段的两侧有广阔的园林区，右边是小宫花园，天鹅运河后是火星圆月，左边是米海洛夫斯基花园。现在是与俄罗斯博物馆的夏日花园，于18世纪初由彼得大帝下令建立，以其丰富的绿色植物、仿古风格的大理石雕塑和喷泉闻名。战神广场以战神火星命名，雷比罗马巴黎的广场原为练兵场和阅兵场。与夏季欢迎相比，这里的植被很少。在苏联时期，该场成为了集体埋葬。1917年事件中遇难着以及一些党员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地方。莫斯科无名烈士墓里的永恒之火是由战神广场的永恒之火点燃。俄罗斯博物馆的米海洛夫斯基花园是设施最完善的公园之一，在其称属为米海尔宫的建筑现在是俄罗斯博物馆的主楼。它曾经属于并以米海尔·帕夫洛维奇大公的名字命名。米海尔·帕夫洛维奇是保罗一世皇帝的儿子，因此也是皇帝亚历山大一世和尼古拉一世的弟弟。在莫伊克河边的这个花园里有一个凉亭和一个花岗岩码头，由卡洛罗西创建。地震风格，凉亭是花园或公园中的小型轻型建筑亭子，安装在东角，在战神广场总轴的延续上。凉亭在构图上连接了两个建筑群。我们正在接近三街桥，其地区里位于格里波耶多夫运河的源头，现在以这位著名的俄罗斯作家和外交官的名字命名。直到1923年，这条运河被称为叶克切林斯基。在运河的起始段，我们的左边
在米哈伊洛夫斯基花园的西北边缘，位于基督复活教堂，又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滴血的教堂。左边是主要的皇家马厩，这座建筑纪念碑复制了莫伊卡河光滑的河网形状，与18世纪初由彼得一世相邻建造。在那些年，建筑的主立面面向莫伊卡，但100年后马厩修复重建，因此主立面现在面向堪忧森纳亚广场。在那加入马厩建筑群里的非手工制作的救世主教堂也俯瞰它。1837年，伟大的俄罗斯作家亚历山大·西尔盖耶维奇·普希金的葬礼就是在这座教堂举行的。在这里，河的第二段到宫殿广场附近的佩夫切斯基桥，两边有3-5层的楼房，每一栋都有着厚重的历史，其建筑群造就这座城市的独一无二的魅力和色彩，既深受俄罗斯人和来自其他国家游客的喜爱。右边是圆形市场，城市里最古老的市场之一。东宫储备库当时作为服务类和新米哈洛夫斯基宫殿的马厩院子，其毗邻宫殿的安。邓江 Kittner 的住宅搭在彼得堡周围的顶端上装了一大笔钱，当时彼得堡正在从蜡烛照明转向油灯照明。阿布米列克拉兹夫的两栋住宅，19、20世纪执教最富有的地主和王子，即曾经占有被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伯爵和王子。拉班夫拉斯托斯基的住宅在那里居住了几年。卡尔·曼纳海姆从俄罗斯立场上很有争议的人物，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和芬兰总统。费尔森的公寓，伟大的俄罗斯艺术家米赫尔·博伊尔斯基住在这里，他住院了。根据亚历山大·仲马小说改编的关于大胆两个和三个获签收的著名苏联电影，更早写这里住过圣彼得堡的第一人是张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俄罗斯的标志性人物，曾任弗拉基米尔·普京的首长和阿拉切夫伯爵的豪宅。左边是这段的关键建筑，沃尔孔斯凯亚的公主的12号住宅。这里从1836年到她去世那一刻，亚历山大·西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和他的家人住了一套公寓。诗人去世后，他的公寓和该建筑物经过了多次重建和移除。近一个世纪后，这里才创建了博物馆。到现在为止，一间的内部装饰以后多或少进行了重建。现在最佳的博物馆公寓非常受城市游客的欢迎，是亚历山大·西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全俄博物馆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强烈建议您不要忘记参观文学博览会普希金生平与作品在12号住宅的另一个侧翼。这里的游览没那么受欢迎，但与此同时，只要看看诗人的草稿，
涂抹于自己痕迹，就能很清楚地意识到，除了一定付为任何才能的基础之外，巨大的工作量才是天才现象的基础。就像珠宝匠切割钻石、矿工开采矿石一样，这位伟大的诗人对每一个字的诞生和光彩都下功夫。这与人们认为这种工作很轻松、有某种运气和一时兴起的创造力的普通观念相反。贝弗吉斯桥是圣彼得堡历史中心最宽的桥梁之一，它东向这座城市最著名和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东宫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亚历山大纪念柱和互相对望的东宫、赫阿尔米塔圣博物馆、合纵参谋部和凯旋门，以纪念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建筑。不过更正确的说法是，这座桥及其运道是东宫广场本身在东北方向的延续，大致所以被称为佩弗切斯基桥。有一个长桥是因为它坐落在圣彼得堡国立学术合唱团的大门上，即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位于莫伊卡的左侧。这座桥梁的历史可追溯是1834年，但是由著名建筑师奥古斯特·蒙菲朗的计划在此修建了一座木桥，供军队在亚历山大纪念柱开幕之际前往东宫广场的通道参加阅兵。在河流的下一段，一通往涅夫斯基大街的左侧，我们可以注意到一栋不起眼的住宅楼，革命前外交部的雇员就住在这里。在它的后面是19世纪作家的出版家阿列克谢·苏沃林的公寓。革命年代，列宁参观过的《真理报》编辑部就是在这里，而目前这里是圣彼得堡印刷博物馆的所在地。最后，这段末尾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著名且最好的酒店德姆特的建筑。许多俄罗斯作家住过这里，许多文学英雄的命运与它有关。右边几乎沿着整个长度是总参谋部大楼的东立面。总参谋部是俄罗斯帝国武装部队的最高管理机构之一。多年来，这座建筑还容纳了各种部位，不仅是军部，现在建筑的一部分被西部军区司令部占用，一部分是与阿尔米塔圣博物馆在1819年至1829年建造这座建筑的过程中接触的建筑是卡洛·罗斯凭借其非常大胆的空间思维和艺术事业，设法将东宫广场上的一群建筑整合一个整齐。东宫与拉斯特列的建造要早大约100年，并以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设计。我们正在穿过涅法大街，城市的主要街道，河流的第四端延伸这个洛卡瓦亚街道，打开了斯特罗加诺夫宫，它就在我们的左边。这座建于18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巴洛克式建筑是弗朗切斯卡·拉斯特雷利的最古老的杰作。参观这无一例外，最后对宫殿的魅力和内部装饰感到惊叹不已。曾经属于斯特罗加诺夫家族的男爵和伯爵，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座宫殿是俄罗斯国家博物馆的分馆之一。在莫伊克河的右侧，在斯特罗加诺夫宫对面，有18世纪警察局长尼古拉齐切林的房子，后来上任耶利歇耶夫的房子，这也是以他的外观和内饰美丽的而著称。作为早期古典主义的首批典范之一，这座建筑的外墙与东宫的外墙有一些共同之处。
这所房子具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这里曾经住过建筑师雅克莫·夸林吉、作家格里波·耶多夫和诗人凯赫贝克，也经常客居过普希金和托斯托耶夫斯基。后来在苏联时期，许多著名的文化人物在这里工作过和表演过，因为起初这座建筑被改造成艺术之家，其主要的任务是组织创意晚会、音乐会、展览、书籍出版。亚历山大·格林的红帆就是在这里写成的。1921年，著名的俄罗斯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在这里被捕，后来在这里运营电影院、路障。其前邻房子的后面是皇家剧院售票员格里洛阿兹的公寓，以及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的大楼。这些建筑物理及历史需要单独的研究，现在是有两所大学的住所的。先是帮其不乐于为其生病的报国立联信大学，不是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列宁的盟友，而是无线电工程学教授、俄罗斯电子管工业的创始人。今天这是国电信行业领先的大学。接下来在一提到的19世纪银行大楼中是工艺与设计大学，即由列宁格勒纺织学院组建而成。两所大学最近都庆祝了建校90周年。在大的后面，在河的左边，格洛卡瓦亚街道，前面喀山街道，深处河涅夫斯加大街留在我们后面。边界内的大部分接触都被俄罗斯赫尔岑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临县的师范大学之一的大楼占用。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97年。应该指出的是，在这片领土上出现各种建筑时代的建筑，巴洛克式的、早期古典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晚期古典主义的，并且它们处于最成熟阶段，因此整个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学的主楼位于迪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宫殿内。迪里尔·拉祖莫夫斯基伯爵，旅军元帅，18世纪中叶扎波罗热军队的主会官，在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皇期间统治了小俄罗斯。整个18世纪下半叶担任了俄罗斯科学院院长，成为了著名的伯爵和王子家族拉祖莫夫斯基的创始人。在莫伊克河一侧，在宫殿前面，他们的康斯坦丁·乌舍斯基的纪念碑连续地迎接学生们的到来。康斯坦丁·乌舍斯基是一位杰出的俄罗斯教师和作家，也是俄罗斯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我们正在接近著名的格罗卡瓦亚街道，在1736-37年遭遇严重的火灾之后，其摧毁了圣彼得堡原有建筑，长实木质的很大一部分海军三叉戟的概念在新计划中得到拼主。从海军部大楼为起点，由上子新城被成立了三个街道：本赛 perspective 街道及涅瓦大街，其留在我们后面 Средная 或 Адмиралтей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а 现在的格洛卡瓦亚街和 Вознесенская перспективная 街道，现在的沃斯尼斯基大街，其我们将在未来见面。后来我们知道，在18世纪中叶，有次的某个地方，一位名叫哈拉赫的德国血统商人居住或经营他的商店，其人们昵称为 Горох 或 Горох 豌豆。这就是格洛卡瓦亚街道名称的由来。格洛卡瓦亚街道无疑为俄罗斯最文艺的街道，除了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人物伊利亚·阿布罗莫夫及原世界史的理解只有在成年之后
托斯托耶夫斯基、果戈里、古普林和车尔努雪夫斯基的主要也住过在这里，而是十几世人的作品中也多次提到这条街。黑六的第五段从红桥到蓝桥，开了右边是欧洲人 Stefan Esters 和 Karl Stefheis 的经济合作伙伴的贸易商行，应用二十世纪初以尼瓦代街上的新的道路为基础，有新艺术运动风格设计，是俄罗斯第一家多层商店，或者用现代时语来说是最大的购物中心，主要面向采购服装的服务人客户。红桥上的大商店的顾客中不止一次是尼古拉二世的皇室成员。顺便说，这是 Esters 和 Chefheis 网络贸易商行在许多欧洲国家的首都中行存执行的为数不多的建筑之一。在整个苏联时代，这里有一家服装厂，即最近才转移到城外。顺便说，1928年一家裁缝女装的车间脱颖而出，后来成为苏联最著名的金融业企业之一及布尔什维克制造厂。自2015年以来，修复后的建筑像100年前一样，重新开设了明亮而昂贵的商店和美容院。应该指示的是，令人难忘的园丁和奠定店面的建筑也是在我们这些年才根据照片重建的。奠定是一个帐，也就是权帐，权帐被两条面对面的绳索缠绕，权帐商店有一对翅膀。这个符号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和艾玛士的传说，也意味着和谐和睦，但既是古罗马大师的比较证，也是国际贸易的象征。尤达斯克雷比尔式的权杖和叙古尔亚之杯作为一些象征一起，但正是比其余作为南侵苏联广场货的国会，即建宁可以在联邦海关总署、贸易和工业学会、强制医疗保险基金以及许多俄罗斯城市的徽章上看到的。在苏联时期，这座房子是除了这个上部结构，并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当之无愧，因为安装这样一座塔楼只不过是二十世纪初的破坏建筑行为。但你除了格罗卡瓦耶街道和海军奠定所谓其结尾部分的整齐，如果您从丰坦卡在我们的左侧东南方前往尼瓦河在右侧。莫伊克河堤岸的左边，在这个街区里有许多有趣的房屋，每栋房屋都具有其的丰富历史。例如，在上任台的房子里，格罗卡瓦耶街道的拐角处，曾经是这个城市里最贵族的机构——英国议会，后来是帝国陛下自己的总理府的第三部门。往下，在参议家如恩的房子里，现在还有德国歌德文化中心，其最终目标是通过教育和文化项目在世界上保持德国的正面形象。在下一栋位于莫伊格河堤岸六室的房子里，19世纪有酒店俄罗斯和时尚的塔利耶夫斯基浴场，现在位于犹太人中心。在这个街区的尽头，左边是商人亚库奇拉的房子，这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尼古拉·瓦西列维奇·果戈里在圣彼得堡的第一个处所，也是大师，后来美国第六任总统昆西·亚当斯的故居。回到莫伊克和堤岸的地数一遍，在我们的右边，在这个街区里，在 Esters 和 Chefheis 贸易商行后面，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一栋连着一栋优雅的各种颜色美丽外墙的房子 Belsen Tour, Pongeli Street Support 和道宅，其相关的分别为绿色、红色、橙色和浅红色。在地区的尽头，在蓝桥前的最后一座建筑里，位于瓦维洛夫泉和智慧工业研究所，以杰出科学的名字命名。该研究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
麦格河是一条小河，全长不到5公里，从东北流向西南，最宽处40米，最深3米。麦格河不是人工河道，作为当前分坦卡河的一条支流，古老的地图也显示它，无论是在圣彼得堡成立之前，还是成立的最初几年，原来这条河被称为米亚，来自一座耳语的母亚。吉尼尼江显然是因为它水质浑浊、泥泞的和阴暗，但后俄罗斯适应了这个名称，比把它与河流有关的动词洗与媒关联在一起了。伊乔里亚人现列宁格勒地区的土著少数民族，属于芬兰乌格尔语族。目前实际上这是一个差不多被消灭同化的民族。根据2010年的数据，只剩下不超过300名土著伊乔里亚人。莫伊克河是一小规模航运。早在19世纪初，这条河就已经铺设好了黄甘源的岸，总共有15座桥横跨莫伊格河，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彩丝桥，即曾经被油漆成不同颜色来避免经常发生的混淆。莫伊格河岸中间流段的许多房屋与布尔沙亚摩尔斯卡亚大街有双编号，后者平行于由此地区的深处。蓝桥实际上是圣伊萨广场的延续，与它成为一体的建筑群。左边是雄伟的玛丽斯基宫，以沙松尼古拉一世的女儿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公主的名字命名，因此也是亚历山大二世的妹妹。顺便说，应当注意到著名的玛丽斯基剧院，虽然有血缘，但一定以亚历山大二世的妻子玛利亚·亚历山多洛夫娜皇后的名字命名。另一方面，这座宫殿是玛丽公主与路易斯·滕贝格公爵结婚时结婚的礼物，所拾来镶镶饼，以镶带的标准衡量一下皇家礼物的规模。女德公是一个杰出的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她担任帝国艺术学院院长。至于东殿，从19世末时期她与东宫、她福利宫并成为圣彼得堡三大政治总段之一。曾经这里位于公务员、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列宁格勒市人民代表苏维埃，现在这里是城市立法会议。该建筑积极参与了1917年和1991年的艰难正式事件。在建筑群的中央是雕塑家彼得克罗的尼古拉一世做提交像，由建筑师奥古斯特·蒙弗朗实际建设。我们注意到两个有趣事实，在同一条轴线上，但在圣伊萨德拉教堂墙几乎相同距离，面向达尼瓦河，矗立着彼得大帝的纪念碑，青铜骑士。以及尼古拉皇帝的坐骑雕像是俄罗斯第一，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念碑之一，其安装只有两个支撑点，马的后腿，这在当时是一个真正的旧石器时期。这就是使这座雕像在苏联时期避免被拆除的原因。这座纪念碑由19世纪中叶皇帝去世后开放，它的基座上装饰子就有象征性的形象。最后，在建筑群的中央，圣伊萨公园的前面是达尔马奇亚圣伊萨大教堂。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荒谬，但我们可以肯定，来圣彼得堡的叔叔约卡巴，他与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卡山大教堂混淆。在基督教中，可笑者是僧侣的圣人及修道攻击取悦上帝的人。圣伊萨是一位早期的基督教隐士僧侣，君士坦丁堡附近，现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达尔马奇亚修道院第一任院长。他的壮举在于无私的捍卫基督教，免受阿里乌斯一段的侵害，包括在罗马皇帝面前。伊萨的纪念日按照旧历5月30日，这也是彼得一世皇帝的生日。正因为如此，圣伊萨大教堂才在俄罗斯的新首都建成。您现在所能见到的是以圣伊萨命名双殿的第四座教堂，其于1858年也于5月30日隆重入圣。
这一切都始于18世纪初，在海军部草地上有一个朴实无华的木质当层谷仓，由于绘画及屋顶上安装了教堂尖塔，就在这座为海军部造船厂工人交葬的第一座小教堂里，彼得大帝他的第二个妻子结婚。大约51年来，在涅瓦河附近出了第二座圣伊萨教堂，有石头雕造的，与彼得和巴洛大教堂很相似，但在河水泛滥期间经常遭到破坏。第三座大教堂建了30万年，并于19世纪初筑成，但由于各种原因，比例扭曲豪华的大理石基或者砖墙是奇怪组合，在人们中即使引起了嘲笑和讽刺，几乎立即下决定重建教堂。现代的大教堂由建筑师奥古斯特·蒙菲兰士建造，它的建筑和内饰化的历史被拖延了近100年。这是一个单独的大课题。在苏联时期，大教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都遭到破坏，但在50至60年代修复工作中得以重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偶尔会发生关于大教堂地位的争论，但应该是和现在一样，是博物馆里教堂或者教堂里的博物馆，背后有深次原因，让我们只注意双方的一部分论断。当然，一个具有宗教精神的机构必须属于教会，但是从建到迪纳一刻起，他从来未曾属于过教会，因为自己最近教堂需要非常高的维护成本。而这些开支只能由国库支付。同时，在帝国时期，大教堂处于双重从属地位，内政部和宗教部，不过后者又是国家机关的一部分。如今博物馆顺利运转，完全收回成本，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万人参观大教堂，博物馆为城市的财政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有足够的钱由预保持建筑无极其领取良教状态的昂贵系统的工作。大教堂近期举行教堂礼拜，虽然有一些先知灵牧师和教九居民感到不适，不过在每年100万访问者当中，注意几万人去参加教堂礼拜，大教堂转任给教会的怀抱里将意味着入场费取消、祭坛关闭、一部分博物馆展品处理、一部分博物馆员工解雇、游览组织而用于维护和出席修复大教堂和资金又将从维护中提取，因为教会不太可能会找到这样的资金，这些都引起历历届该情况的社会的严重关注。或许意识到这一切，2015、2018年以及讨论过此话题后，俄罗斯东正教会并未发出大教堂转让的正式请求。我们认为这一萨大教堂无疑是一座独特的建筑，大祭司文化纪念碑，王气古典主义建筑的典范，也是城市的主教座堂及主教进行礼拜的地方。原来象征着世俗和精神全然的统一，即使在今天，它的存在仍然推出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并且对这座城市具有深深的意义。注意问题的顺序方面，请注意一下，这座大教堂不是按照东正教传统建造的，而更加的是采用西欧前宗教风格。请你们每个人参观完的教堂后回答一下问题，你是否感受到上帝在其中，或者俄罗斯小教堂的孤独和沉默更适合您，这座教堂更具有得的是什么，这届的精神市民还是表演杰作的第一代带来的文化序列，如米开朗基罗、莱佛尔、达芬奇宗教如其浑浊，毕竟他们不是神像画，你也不想在他们前面提到。我们继续我们的空中之旅，在河的第六段，山之克留克夫运河紧接由安兰桥后树立了一根标有圣彼得堡的洪水使得水位的岩石柱，目前这似乎只是一个历史地标，因为随着30多年的大坝建设完成，大坝位于芬兰湾的涅瓦湾，横跨和哥特林岛的卡兰是他的诗，北方首都可以忘记什么是水灾。
东阳在河的右侧，在一百壮士分割各一大的房屋中，我们追到距离邓之桥不远的加加林伯鲁夫左夫的两层小住宅，即在某一口河堤岸的里面，优雅简约古典比例但具有奇异美感的内部装饰却很惊人的是豪华与舒适和罕见结合，不逊色于一些东店的装饰。我们绝对向任何想远离通常的游览曲线的人推荐来参观这所房子。左岸我们能注意到峨眉公司的房屋，这曾经是一家强大的邦国营股份公司，在19世纪70多年来在美国西北部阿拉斯加和千岛群岛开展贸易和行政活动，对渔业、贸易、矿业的垄断，在北太平洋新领土的发现和并入俄罗斯，以及建议俄美和俄日外交关系是这个柱子和成就清单。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所房子里曾经住过了12月党人瑞利·比苏什夫·马林斯基和施廷格尔。在仙丹站的一段距离内，从涅夫斯基大街开始，右边的莫伊克河在房屋的深处伴随着白沙马斯凯街，现在在步行邮局桥的区域，它融入了莫伊克河堤岸的右侧，也许一小段时间带可游客赴运河，实际上它开始取代这个河岸。即使莫伊克河堤岸从这个地方开始，直到河尽头直流在左侧，莫伊克河堤岸、白沙马斯凯街和波茨坦斯基巷形成的三角形中，有一座有点奇怪的、在建筑中显得格外醒目的东兴工人文化宫建筑，现在拥有银记门面，属于俄罗斯邮政。它的历史与俄罗斯杨公约、列宁格勒学派的形成有关。水族馆、aquarium、电影、阅读、kino 等在这里表演并录制了自己的一首歌曲。然而，很少有人会猜到，在这座建筑中是一座被斩首并完全重建的建筑，注意风格的19世纪中叶德国新教教堂，以约翰·加尔文教育的改革方向为导向。应该指出的是，这个街区里右侧的许多房屋以前属于或仍然属于俄罗斯电报电话部、俄罗斯邮政。左边是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建筑，在莫伊克河堤岸80-82一座美丽街道房子的院子里，位于著名的现在一定恢复正常的所谓的沃罗宁斯基火灯笼浴场。曾经这些是一位上任的秘界渔场，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植物学家、俄罗斯政治学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科学博士和帝国科学院院士米赫尔·沃罗宁。那个时代极为先进的浴室建筑是帕维尔·苏佐在维也纳理工学院展览会上获得了金质奖。接下来是19世纪上半叶外交官和著名藏书家米赫尔·格里茨的故居，他和大家族几代人收藏的丰富书籍、绘画和工艺美术品是19世纪欧洲最好的收藏品之一，其后来成为了位于莫斯科沃洪卡大街的格里茨博物馆的基础，并最后即将提交给或出售给普希金国家艺术博物馆。
阿尔密塔山和圣彼得堡的公共行为俄罗斯国家图图书馆。顺便说一下，格里岑别人并没有住过在莫伊卡的房子里，而是把它租给了舒瓦洛夫伯爵，或者买下了这所房子，并将其变成了圣彼得堡上流社会最时尚的上楼之一。这一段的最主要的建筑应该是尤索波夫宫，作为俄罗斯最富有的尤索波夫王子、贵族和地主的众多宫殿之一，从1830年到十月革命，几代人占有了。在苏联时期，这座宫殿很早就受到国家保护，因此无论在后革命年代遭到的一些掠夺，还是在战时遭到的严重破坏，其令人惊叹的美丽内部装饰不止一次得到了保存和修复。如今这座优雅的建筑是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音乐会、表演和各种文化活动也在这里定期举办。而在宫殿的地下室里举行纪念格里高利·拉斯普京的展览，一位19世纪至20世纪早叫河岸人物，他的谋杀案就发生了在这些墙内。云，天上的星云，永不停留的漂泊者，你们像珍珠穿飞驰在披空之上，仿佛和我一样是被放逐的琉球，从可爱的北国匆匆发配到南疆。是谁把你们驱赶？命运的裁判，暗中的嫉妒，还是公然的愿望？莫非是罪行压在你们的头上，还是朋友对你们恶意的重伤？不是贫瘠的田野令你们厌倦，热情和痛苦都不管你们的痛痒，永远冷冷漠漠，自由自在呀！你们没有祖国，也没有流放。这段由军事委员会和军事部的建筑群完成，专家武力接吻乔迁俄罗斯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音乐学院的主楼之一，即历史可以追溯到1862年，也坐落于此。位于克留科夫伊赫奇安的接吻桥，因为其名称已经有着许多传说和民间传统，但其实这座桥是以一位18世纪的商人尼基弗·布茨洛夫的名字命名的，他在附近开了一家酒馆。接吻桥的后面，但在克留科夫运河前面，右侧是所谓的克留科夫或海上或海军营房，平面呈三角形，带有清远于18世纪中叶以这种主义风格重建，根据尼古拉一世皇帝对波鲁的海海监会的海军传言的法令。在苏联时代，这里曾有一个水兵俱乐部，现在已被大地命名的中央海军博物馆坐落于此。在左边，在冯·钦霍夫男爵的公寓里，位于博物馆的展览中心，彼得堡艺术家集中收藏了20世纪下半叶列宁格勒彼得堡现实主义徽派艺术家的一堆画作。这一画派的特点是鲜明的个性，遵循现实主义的学术传统，格式和深刻的情感，即是思想表达，以肯定生命的方式来反映世界以及对风景的特殊态度。河的第七段到赫拉巴维斯基桥，右侧是新荷兰岛，这是一个人工岛，平面呈三角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两个岛屿，形成于18世纪初，由于为满足造船商的需求而挖了两条运河。克留科夫河海军部运河，据说彼得一世本人曾经亲自将这个名字命名为荷兰，即靠近海军部基地的地方，用于船舶木材仓库，并以他心爱的欧洲国家命名。他的俄罗斯改革思想的源头就是来在那里，已经和新兰岛的名称，但是由于拥挤木材仓库转移到了这些新岛屿上。
可见新荷兰是早期古典主义工业建筑的独特丰碑，应该指出的是在18世纪来自圣彼得堡的俄斯罗耶松大量供应给英国舰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英国获得了海洋女主人的称号。革命墙头这些岛屿都是分别而一样的领土，在苏联和俄罗斯在提，这里曾是波鲁的海海舰队海军第一的仓库。直到2004年，当军队离开了并交给了这个领土城市后，再开始进行大规模昂贵的重建，其结果是创建了现在的公共开放区域，最舒适受欢迎是市民喜爱之一，岛上经常举办音乐会和教育活动，还有一个公园和中国咖啡馆，近期举办展览、单车班、儿童和体育活动、电影节和讲座。历史讲座的话，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两个著名项目，莫伊卡一侧的菊花宫门，其拦截河流和内部盆地，最初用来将木材运送到仓库，以及海监狱的圆形建筑。新荷兰是个整个俄罗斯的充分利用历史实施的典范，即使是那些最初并非用于公共空间的设施。左边我们知道104号房屋，其与许多名人有关联。阿列克谢·穆斯普什金，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俄罗斯古物收藏家，他的著名收藏品保存在房子里，并且举行了民族历史爱好者圈子会议。维涅米·达诺斯基，杰出的世界著名医生、俄罗斯性病学的创始人。格里戈里·费米奇·格隆格什迈勒，俄罗斯流浪家、地理学家和动物学家，重要的许多武器以他的名字命名。Виктор Соболев，杰出的天体物理学家，列宁格勒隆天体物理学院的创始人，在科学界享有声誉。104号房屋后面是亚历山大·米哈洛维奇·罗马诺夫大公的宫殿，尼古拉一世的孙子，也是尼古拉二世是好友。最初尼古拉二世修复并送给了了沃隆苏瓦特·卢别茨卡娅公主的宫殿，来当作亚历山大王子和圣王亚历山大三子的女儿尼古拉二世妹妹赞尼亚公主的婚礼礼物。亚历山大王子在海军学校毕业后晋升为上将军衔，任商船和港口总局局长，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俄罗斯航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死于流亡，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在世的罗曼诺夫家族就是亚历山大王子的后代。至于宫殿，革命后在这里创建了伊彼得拉斯加夫的命名的体育文化研究所县委大学，其历史上是从1896年开始。但是这位杰出的俄罗斯科学家、生物学家、解剖学家、人类学家、医生、教师、公众人物彼得拉斯加夫特创建了自己的课程，并创造了体育教育的科学体系。在莫高河的最后的第八段，右侧有18世纪初的人工新海军部运河。伊瓦河和莫高河形成是新海军部岛，全部由国家企业海军部造船厂占领。是的，这就是那家圣彼得堡第一工业企业，也是俄罗斯最古老的造船企业之一。由彼得大帝于1704年作为海军部道路创立，1706年第一艘船下水。海军上将拉兹阿拉布于海主，是海军最高军舰的军衔。海军部以此地可以着海军的最高建立机构，包括军用造船工业，也可以指该部门的主要行政大楼，以及具有整个行政和工业建筑群的军用造船工业领土。三个世纪以来，这个厂多次变更名称和组织形式。圣彼得堡造船厂对俄罗斯历史的贡献是无价的，并需要单独的研究。目前，这是一家从事飞和民用和军用船舶设计、建造和修理的单行股份制公司，历史由俄罗斯国家造船工具公司、俄罗斯联合造船集团是其火车头之一。
左岸一直到普里亚日科河，值得一提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之一阿历克西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宫殿。在苏联时期，这里有个宗族制，方五年就失修，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经过重大修复重建后，音乐之家坐落在这座房子里，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和发展古典学术音乐艺术的传统，吸引年轻表演和参加国际节日和比赛。宫殿前后沿岸的多栋建筑坐落着俄罗斯在海洋的这领域的领先机构，格拉姆贝格原是俄罗斯全俄海洋的自由矿场滋养研究所。该研究所再到这次会大陆架宽敞这样基础研究，包括北极和南极在内的地质环境监测领域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赢得了全市的认可，并最终有助于确保俄罗斯宽敞这样安全和解决两邦这样政治任务。从普里亚日科河到我们旅途中的莫伊科河的最后一座桥——克拉贝尼库夫大桥，左岸是医生尼古拉明明的精神病院的领地。这是一家大型医疗机构，是俄罗斯最古老的医疗机构之一，有着近150年历史。这家精神病院前身是一个监狱，最初位于该地点。一群杰出的医生和科学家在这家医院工作。莫伊科河注入尼瓦河，在我们面前是瓦西里夫斯岛的西南部，这里是国内造船业旗舰之一的生产设计所在地，包括核能、圣彼得堡加的造船企业保罗金纳海在船厂 Baltiski Zavod， 其隶属于联合造船集团，并为俄罗斯利益服务有150多年。